本期影片感谢第一直播平台金刚直播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 Gary。今天呢，要带来的是 Gary 在最新排位之中某一场跟海牛一起双排的影片哦。那这一场呢，牛爸爸他是玩这个神力女超人，那 Gary 呢，我则是玩一个屠人中路。屠人中路呢，你要记得前期一等一出门的时候，立刻点下你的二技能，原因就是要在你兵线一出来的那一瞬间，利用你三层的二技能来去把兵线给 rush 掉哦。那前期呢，哇，你可以看到对面这个各种人物，各种尊重我们家牛爸爸，看得心痒痒，你知道吗？感觉牛爸爸就是非常非常的猛。OK， 好，你可以看到呢，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利用这个二技能，立刻把第一波兵呢全部 rush 掉之后，然后利用这样子呢，可以来去凶一下对面。这时候呢，我原本是要露野，但是呢，突然看到对面这一只，哦，这个。其实他是利用这个他的生命他的血线来去帮他们家的打野来去做一个视野，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 就是辅助该做的事情他都有做到。 OK， 不过很可惜啦，我们没有能把他给收走，因为输出前期还不太够哦。好，我们前期呢一样，我们这时候其实前期你可以打凶一点，不过呢，如果你今天如果是遇到那种可能对面辅助啊都已经露头了之类的，或是你已经知道对面辅助在哪里，那你可能就要打得小心一点咯。像我这时候呢，前期我之所以刚刚那么出去，是因为呢我知道说对面刚刚美娜呢她是已经没有血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她出来的话，搞不好我还是可以赢的。那并且呢，我们家这一只爱丽丝她是有帮我看一个视野，所以呢我刚刚那一波所以才会打得那么凶。 OK，好，这时候呢，爱丽丝亮一个集合灯号，一样我继续往前冲，往前冲，就是往前凶。但是我这时候发现，哇，不对啊，刚刚那一波，哇，我直接被蹲到了，对面这个非常的阴险啊，连下路的这只勇都上来了，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哦。这样子呢，我就送出了一个手杀人头，这里呢，感觉是我自己有点判断失误了，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下路呢也会上来，然后对面打野也是野区吃到一半，然后就直接这样冲出来，我吓到了，我吓到了。好的，我们这时候呢赶快 rush 兵线，顺利的上到四的，那这里呢就赶快快转咯。这时候呢准备要打的就是魔龙战，魔龙战打之前建议各位啊来去占一下这个地图的视野，来去占一下这个就是把这个你的地图的版面给扩增出去齁。好，我们这里呢一样先做一个快转齁，这里就是前期打打魔龙战啊，然后打到一半我们发现说我们的血线，队友血线很差，所以队友就扣一个就是撤退灯，那我们就是听队友的扣就好了齁，因为队友总是会有一些判断，那我们就是作为中路你就只要跟着比如说你的野啊你的辅助啊来去做一些路野区啊或是做一些争夺地图的动作就好了。然后你玩中路你就记得啦，就是尽量打好输出，输出打好打满，然后把自己的前期经济呢先弄起来， OK，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咯。好的，这时候呢我发现对面这一只莫拉也是打得非常的凶，直接入到我们家的红了齁。这时候呢我赶快亮出一个集合灯号，我们家牛爸爸呢是直接一路往下走，但是才怪他们在中路呢是被一个拦截，被一个拦截。我这时候呢继续来去亮一个集合灯号，这时候呢只有我跟这只鳄鱼在打这个下路这个在入侵红区的美娜以及莫拉。这时候呢我决定直接往前打，往前打。这时候呢已经知道说对面莫拉已经没有顺了，所以呢反身一个一技能顺利带走他的人头。那对面的梅娜也是因为太深了，所以呢是被我们的队友给顺利击杀掉了。这时候呢牛爸爸一个牛鞭，但是没有能够鞭到对面的莉莉安哦。那我刚说什么牛鞭哦，不好意思，我刚讲错了，牛爸爸的鞭子，牛爸爸的鞭子，讲太快讲太快，不好意思。好，我们这时候呢来去中路，一样继续把这个中路兵线呢给赶快推掉哦，然后顺便按一下恢复。你记得打莉莉安就是站远一点，站远一点，尽量啦不要被他给 poke 到，除非呢你今天就是必须把那个兵给 rush 掉，我就会往前一点。 OK， 这时候呢我已经有一个红 buff 了，所以呢我决定是要来去 gank 一下下路这只勇，因为他刚刚的位置呢是已经把兵线给清掉，但是这时候哇有点迟了一步，迟了一步，差一点点我就可以踩到他了。这时候呢看到我们家的这个牛爸爸，牛爸爸打得有点深，我们赶快往前来去救他，利用我的二技能呢踩住对面的莉莉安。这时候呢开启大绝，如果牛爸爸一个牛鞭啊，不，牛爸爸一个这个鞭子顺利拿走对面这一只莉莉安的人头啊，非常漂亮啊，刚刚那个
鞭子打得非常的好。 OK， 我们这时候呢往前原本是要一个一技能，但是对面莫拉直接顺出来一个大绝把我们给刷死了。哇，这里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突然这样子刷到四成，不知道他是哪里叠出来的。 OK， 那这时候呢一样来去做一个快转的动作了，因为我们刚死掉了。死掉之后呢，队友是扣了一个魔龙，那我们就赶快跟过去就好了，因为兵线呢也是被队友给整理好了齁。好，这时候呢已经没有能打了，那我们就是直接往后退，然后赶快回去中路继续来去弄我们的兵线。那其实你会发现打中路就很简单嘛，你就是农经济农经济，然后做输出，这样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只要你什么扣，其实你也不用扣啦，就是你就跟着队友就好了，除非今天你是打一些你比较能够称霸的一些排位区域，那你就可以直接做一个主扣的动作。齁，我们这时候呢配合牛爸爸，哇，牛爸爸这里真的打得非常的好啊，我的老天爷啊，怎么勾得那么准啊，不得不夸赞他一下。齁，就是平常都懒得夸赞他，这时候必须帮他嘴个几句了。 OK， 好，我们这里呢赶快后退，赶快后退，因为刚刚莫拉又突然刷了一下，我们就没有血线了。齁，赶快来去回家做一个补线动作。这时候牛爸爸一个鞭子的不知道勾到哪里去了。 OK，好，刚夸不得，夸不得。好，我们赶快回去继续快转，回到这个中路来去做一个洗线的动作。好，赶快洗线，把这个一技能跟二技能全部丢一丢，随便丢一丢，然后那个点点点点点就一直点丢好了。然后一样，我们先把这个中路外塔呢给点掉之后呢，准备来去秀对面，就准备看好了，看好了，我看我怎么打这个莫拉的。我是直接踩住对面这一只莫拉的这个回去的影子之后呢，继续来去用大绝把对面美娜给收掉。这时候呢我的大绝又重新刷好了，这不过这时候莫拉一个漂亮的二技能之后，我这时候因为已经知道说我的噔噔噔噔噔那个被动已经出来了，所以呢我刚刚是直接往前踩。不过这时候呢，哇，这个勇刚刚那个瞬移打得非常的好，因为他已经顺掉我的一技能了，导致说我的位置超级尴尬的，后面有一只莉莉安，前面又有一只勇，然后就变成一个超级尴尬的局面。OK， 这个被对面的勇给秀了，这时候呢队友都打一个尴尬，我也觉得很尴尬。哇，刚那个原本是可以开秀的，秀好秀满，结果呢只摔了一秒钟。齁，好，我们这里呢一样做继续做一个快转的动作。好，可以看到呢，一复活之后呢，我们家打野是非常的称职，直接把这个魔龙给刷掉。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魔龙几乎都是我们在吃的啦。那我们这里呢，赶快来去救一下牛爸爸。牛爸爸的位置有点太深了，不过没有能救到他。那我们就赶快往后撤退。但是呢，至少他拖了很多的时间，让我们家的这只鳗鱼呢，顺利的把这个下路的二塔给顺利的拆掉。很多人最近在问我说，这个到底这个是鳗鱼不是鳄鱼？但是我真的觉得它长得很像鳄鱼啊，所以呢，真的有时候不小心口误，跟各位说声抱歉哦。那个凯克鲁斯长得真的很像鳄鱼，因为我不觉得它很像鳗鱼啊，那长得那么丑的鳗鱼，对不对？好啦，我们这里呢，赶快跟着队友呢来去 rush 这一只凯撒。好，赶快吃一吃。这时候呢发现对面我这个想要偷，我们这时候呢直接交出大绝，顺利的把这个凯撒给吃掉之后呢，刚真的是好惊险啊，我真的是吓到一个不要不要的。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小地图，我们家牛爸爸呢在对这只勇做坏事齁，那他这个应该是直接可以单杀的。哇，顺利带走对面的勇之后呢，我们来去配合他来去深追这一只美娜，一个二技能加上这里顺利带走。好，我们看一下兵线，兵线呢凯克鲁斯也是在推，这个做得非常的好啊，这个分退的动作刚刚好，刚刚好。 OK， 不过这时候哇，这个莫拉的伤害真的做坏了，真的做坏了，超级超级痛的。不过我们家莫拉也是顺利的把他的人头给带走，我们家莫拉也是挺猛的，也是挺猛的。 OK， 好，我们利用这个小狼呢来去把这个血线呢给回出来，因为我们有出一个生命法杖嘛，可以做一个回血的动作。好，我们这里呢支援队友一下来去做一个撤退，因为已经没有兵线了嘛，然后对面呢这个人员也准备要复活了，所以刚刚这波是不能打的，不能打的。你要记得说有时候什么时候可以打，就是你就做这个兵线的判断就可以了。 OK， 好，在这个
这个空闲的时间呢，我们就顺势的把这个蓝 buff 给吃掉，做好这个状态，把状态呢给回好，那我们就可以准备来去打一波咯。这时候呢，我利用这只魔龙来去挤一下这个等等等等等这个被动齁，准备来去做一波会战。不过这时候一出去之后发现，哇，对面五只全部都在下路，哇，我们这里完全没得打，完全没得打，然后我们被这只美娜以及这个赞尼尔给留住了。我们这时候呢有点尴尬，牛爸爸想要往前打，但是这时候呢已经太深了，牛爸爸叫出一个大绝之后他跑不出来，哇，完蛋。这时候呢我们家的哇爱丽丝还被勾走，不过这时候一个大绝顺利带走对面赞尼尔，这时候再一个点点点点，再一个大绝，一个二技能顺利带走对面美娜，再一个二技能，再一个一技能，再一个大绝，再一个二技能顺利带走全部人员，拿下一个 quadra kill。 哇，这一波漂不漂亮就问你漂不漂亮，我的队友全部刷起66666，哇，这一波打得心痒痒，你知道吗？受不了，受不了，我都受不了我自己了。再看一次重播，受不了，继续看，一直看，replay 一直放吼。我们这里呢，打稳一点，打稳一点，因为对面的勇呢，想要清我们这波兵线，那我们就利用，因为我也知道他要干嘛，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心理战，顺利的拿下他的人头喽。好的，我们这里呢就稳稳的把这个高地塔给点掉，然后就准备做一波撤退了齁。然后队友呢是各种吹各种吹，哇，吹到我的不要不要的 ,OK。好，我们这里呢这时候其实我有点膨胀啦，这时候记得如果你打到这里呢就赶快撤退就好，刚刚差点被拉到齁，就赶快撤退就好了。我刚就这一波不要学，真的不要学，就是有点太膨胀了，所以我刚是直接往前齁。好，我们这时候呢看到我们家莫拉是被对面的莫拉给追到，我这时候呢一个大绝，不过哇这里还是被他给砍到了，我这个原本是要后退的，不过真的差一点点，真的差一点点，这里也有一点膨胀啊。不过我的队友呢后续还是做一个成功的收头。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家牛爸爸的音质，我们家牛爸爸硬到一个不要不要的，你看他的斜线完全没有在动，然后就顺势的把对面的战尼尔给收掉了。哇，牛爸爸的装备各位可以抄一下，这个想要学女超就学她，我这时候她有一个进场，这是什么东西？哇塞，哇，超猛的，超猛的！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牛爸爸，牛爸爸到底在干嘛？硬邦邦，硬到一个不要不要的，果然是我们工会的成员。原本是要叫什么"鸡鸡软趴趴"，但是决定了，后来还是改名了，叫做"鸡鸡硬邦邦"。OK， 我们家牛爸爸超级猛的。好了，那其实呢，最后呢，就靠我的队友呢，顺利的收走对面全部的这个高地塔，然后顺势的拿下这场比赛喽。那这场的 MVP 呢，也是我们家牛爸爸。牛爸爸这个打得非常的猛。OK， 虽然最后面那个很明显就是在送头，不知道在干嘛，突然就是直接冲进去，但是呢，前面那个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好，输出呢也有22%哦。好的，那本期影片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最后呢，各位观众，如果你们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的，也欢迎在我的 YouTube 影片下方，在这影片下方来去做一个留言的动作哦。要记得要在 YouTube 下方留言，我才会看得到哦。那本期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最后也别忘了追踪我的个人 IG 以及追踪金刚直播的官网哦。我们就下期见喽，拜拜。刚按错东西了，对不起，对不起，戴瑞，拜拜。哦，哦，哇，这个连假，戴瑞就是回基隆，然后跟家人一起过，到现在已经星期六了嘛，对不对？我真的觉得有种回到那种学生时代的感觉，因为其实盖瑞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每天都可以回家嘛，你就会觉得见到家人，然后见到爸爸妈妈，见到哥哥啊，你就觉得就是你不会觉得特别的，有什么特别的，你知道吗？你就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的日常，因为在你身边的人就是每天都会出现这样子。但是呢，当你今天你是一个你在外工作，然后你在外读书，你可能很久之后你才会回到，很久很久你才会回家一趟，然后甚至回到家的停留的时间也是可能2天啊或者1天啊，就是这样短短的一下子，你就会觉得说哇，你会特别我自己是觉得我蛮珍惜这份感觉的。因为其实呢，我在离开，要从学校那里离开之后，然后回家之前，我原本是把我的工作的影片素材啊，那些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备份好了，准备，然后笔电也准备好了，就是准备要说回到家里，然后回到基隆之后呢，然后继续来去做我的影片。但是呢，一回到家之后，我就有一天就
第一天中午吧，第一天中午我就坐着，然后跟我妈一起看电视，在客厅，我们就看那个鬼怪，我们觉得哇，我自己啊，我就觉得哇，好久没有这份感觉，你知道吗？好久好久没有跟我妈一起坐在一起，然后一起看个电视，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哇，这种感觉你会特别的珍惜 ，OK？ 然后呢，我隔一天我也请就带我爸妈，然后一起出去吃饭，我就觉得哇。我好像真的长大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过了好几年，过了四年，过了两年，你就觉得自己真的慢慢的在成长，终于成长，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小大人了。OK， 虽然我自己还没毕业啊，不过就是你会觉得这份家人的这个亲情，你会特别的珍惜，就是。回到家也觉得好奢侈哦，我真的。好了，那本期影片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最后呢，各位连假要多陪陪自己的家人出去，不管是逛街啊还是什么都好哦。那我们就下期见喽，拜拜。